那也太自恋了吧。Hello Cosmo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孟美琪。最近常听的那肯定就是我的 EP 啊，酱，还有就是陌生的女孩，分享给你们。酱其实它特殊就是在于说，其实我有参与作词嘛，所以我把我的一些生活的态度和我对音乐的态度都放在里边了。它其实酱，它其实是倔强的意思，对，其实也是代表着我对于这个追梦的路上的一个我的态度。就其实它这一次舞蹈的强度会比较大一些，它的一些风格会比较多元素吧。好玩的事情其实就是吊威亚嘛，因为我其实每天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，对，也是第一次尝试。夏天因为其实比较炎热嘛，所以我会选择比较舒服的衣服，就是比较轻薄一点的衣服。那出门的话，因为紫外线强，所以我一般都会戴墨镜啊或者。部分的话就是一个是底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眼妆。对，因为底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跟脸上就是皮肤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先找到自己适合的粉底，然后去打底。然后呢，眼妆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因为我其实眼睛是比较耷拉下来的，就狗狗的那种眼睛，就无奈的那种眼睛，但是其实我所以我一般不会去再画一个眼线会比较往下的，我一般都会画一个比较平的。但如果想要更加的有霸气有气场一点的话，我会选择把眼线往上画。对，其实我有试过你知道吗，但是有很多次都失败了，然后我打算之后再找一个合适时间去录一个这样的 vlog。 我首先我觉得稳定状态的话，第一是要补水，第二的话就是要修复。然后因为金盏花这个系列呢，就是它的补水效果特别好。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，就是因为我熬夜容易长痘痘，所以就是它会起到一个修复和抗炎的作用，它抹在脸上就很快那个痘痘就会得到一个舒缓的，它那个痘痘就会很快就会没有了。所以我整体就是喜欢一秒爆水，舒缓抗炎，修复维稳，酱。好，首先呢祝你们高考顺利，然后能够考进自己理想的大学，加油，快来种草科研室的金盏花系列吧。